Hello，陈哥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还有3天录制，想问一下，咱们现在摄像的筹备阶段是在哪个阶段呀？我现在在做最后一次的整个所有机位的调整，再把每个位置我再跟每个摄像对一下，仔细看一遍。我们能不能请权哥带我们去棚里走一走，看一看到底是我们现场的摄像是如何准备的？我刚好也要去每个机位再检查一遍，你可以跟着我走一遍。那我转一下，转一下位置。哦，这两个都在这一侧。对，这是同轴线的。先改到这儿好多了，这个。那是谁？小柳，小柳是吧？你这个标头，那你就让它在这儿，因为这儿没位置了。那就是那个把这儿再开一条。再开一条。这个位置我比较难。就再看看吧，看看能加一个是一个。这是个4，然后后面是个7号，这个位置，然后这个是5，然后这个是6，然后这是3，这里面是个1。你这儿能有人能可以站下来吗？可以站一个。多少？你这24，就是你拉全了会不？就是两边这个东西穿不穿？不穿是吧？那就刚好是吧？对，你把后边那个俩腿升高一点，然后把镜头杵出来。这个是16，这样给做了一下，看不出来。对。哎，你这会放灯吗，老师？会朝上打是吗？对。哎呦。盯上吧，会有影响的，要不然我镜头要厚一点。你先坐吧，跟那个一样是吧？对。啊，它中间有，哎，中间不有个缝吗？那你把中间这个往两边稍微拉一点，把这个空再给我多一点，要不然就把这个空给我露出来。如果用3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这个项目的话，权哥，你会用哪3个形容词呀？啊，这个就累累累。